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哲，欢迎观赏视频。今天我来到了松山站这里来吃中东料理，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一千零一夜厨房开业两年多，在疫情时代艰苦求存，很不容易。波斯料理对台湾人来说十分陌生，在整个阿拉伯饮食系统中，伊朗是美食家肯定的重要角落。我想原因不外乎伊朗有丰富的农作物，加上沙山帝国开启皇家贵族的餐桌需求，曾经的富庶让厨师们创作出一道又一道的美味佳肴。
伊朗是番红花的盛产之地，番红花有红色黄金之称，是全世界最昂贵的香料。在一千零一夜厨房也看得到番红花踪影，一杯番红花百香果汁、番红花冰淇淋、番红花饭，配合店内伊朗流行音乐，立即有旅游中东的错觉。伊朗菜著名的 Goma Sabiz 香料炖肉、 Fensage 石榴核桃炖鸡，这里当然也有。 Lavash 是一种烤出来的薄饼，很像新疆的烤馕，揉面烤出来的大块薄饼是丝路国家的主食，等同南方人的稻米，包裹一点肉类，加一点咸优格酱，一点生菜一起吃，非常的西亚风情。